哎，这个异世界通行证很像还没降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就是异世界通行证了。然后我的秀特很像有主线一场，对不对？有赢，对不对？嗯，哎呦，我觉得可以上这么多杯哦。抽卡那边给我一下，因为他有抽胆等级啊，啊，我希望哦 ，I wish， 我希望他可以给我平均等级出来，所以，我其实有点忘记我们抽取戒指有没有奖，抽取武器有没有奖，所以我之后去查看看。然后这集我们就一样先暂停好了。然后一样给大家一个，然后我秀的会再给你们我的那个主线。哎，有人聊天呢。好啦，抽个玩家给你们。可这不能看，很像他们打字才可以看。那这武器也不能看。哎，啊，我这一关到底是在打谁？哦，要点 boss， sorry， 我点错了。哎，对，难怪原始人那时候那么红，应该是原始人应该羡慕这款游戏。